you scared? But I don't care. Young hit the button. No, you drink water. 大家好，我哋系。咁我哋今次呢首新歌咧就叫 Off On 啦，其實就係講咧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就好納悶，咁喺一個食緊脆波膠，好似一個比較有趣嘅一個食物啦嘅時候咧，就吹一個氣球嘅時候咧就吹爆咗，咁個波爆咗之後咧，我哋就去咗一個我哋自己 imagine 出嚟嘅一個世界裏面啦，比較超現實啲嘅。咁喺裏面咧，其實我哋就喺一個比較熱血啦，中意做啲自己做嘅嘢啦，係啦，咁就喺裏面咧，我哋就做翻自己，活出真我咁樣咯。Ivy 啱先我見到啊，佢又拍低佢嘅 behind the scenes 俾我睇咧，我覺得好型啊！因為我哋唔係個個都有吹波膠嗰個，係啊，有嚼香口膠咯，係啊。我係由細到大冇玩過，佢從來都冇試過吹波膠。佢好乖嘅，佢好乖乖嘅。有幾次成功咗咯，但係當然我唔能夠好似 Ivy 咁樣，即係吹到好大啦。同埋咧，我發覺因為我可能冇經驗啦，咁我吹嘅時候咧，我就用力，然後瞳孔一齊用力啦，就會。然後導演就說其實你吹不到不要緊，會後期製作，最重要是個表情管理。我覺得隨時是導演想我們是沒有表情地去跳一個即興的舞啦，那個舞都是我們今天才跟姚 Sir 啊，跟我們的排舞老師去排的，其實都是本身我們那隻舞的編舞來的，但我們就將它演繹得比較好像搞笑一點，好像我們現實裡面很悶的時候這樣跳舞的一個狀態，所以是一個很大的反差，就是我們真的跳那隻舞的時候，那個 dance break 是很型的，就是那個想像中的我們是其實很型的跳一隻舞，但是可能回到現實裡面我們就會比較悶住的跳，那樣很呆，比較呆呆滯滯的。surprise 係原來即係，因為平時我跳舞咧，我都冇乜特別要 restrict 自己舞樣咁樣跳嘅。但我反而係surprise 係我以為係易啲嘅，即我以為唔使理個樣啦，就咁跳。但原來你要 keep 住長期一個好悶嘅狀態去跳咧，即個樣係咁樣跳咧，係你要控制多一個部分咯，即係比就咁跳舞唔諗任何嘢係仲難，係更加易甩 step 咯。我發現係會唔記得嘅，因為有陣時候跳某個舞步咧，你係會因為會咁樣記咗一個動作，但係因為你唔俾你咁樣喐嘅時候，你就會隻手都喐唔到，反而唔係好協調咁樣，係咁啊。只想聲音不要問 ，Just wait。我唔係第一次著婚紗嘅，其實因為之前都有影即係 test shoot 啊嗰啲，但係就第一次戴頭紗係咪咧？即第一次咁凝重地揸住個花球咁樣咯，應該話個 theme 幾襯我，幾有 gimmick。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對結婚冇乜幻想嘅，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幾 make sense， 即係結婚結到好悶咁樣。係咯，即冇特別話，哎呀我一定要結婚啊咁樣。即人生個 to do list 係冇呢個 tick tick 嘅，係啦就係咁樣。其實都不辛苦，因為佢哋喺個車尾箱嗰度鋪咗好多 cushion 啊、毛毛墊啊，同埋好多公仔。在個車尾箱入邊同我一起被人綁架，車尾床係車尾床啊，其實係一個。講起揸車，其實我係好專業嘅，因為我都考過兩次車嘅。但今次又俾我圓下呢個揸車之夢咁樣。但你哋冇吹開嘅咩？但你偷雞咯，人哋食兩粒，你食咗八粒。係啊，我嗰陣波吹波膠，係啊，我用咗八粒去吹嗰個。其實我都食咗八粒嘅，但係都係唔好吹到，所以係技術問題。係啊。咁我接受大家嘅捧號。波波小姐，阿姐，阿姐，唔係啊，因為細個都會成日玩嘅，但係其實都好耐冇吹過波膠，吹過波膠，吹過咬玩咬過食過吹波膠，係。我想唱甜甜嘅情歌，甜甜的係，但係又未去到可愛嗰種，即係初戀嘅感覺。我想試下唱口語的歌，係即係廣東話口語的歌，即係好似我哋平時講嘢咁樣，即係譬如我唱我們很快樂咁樣，我哋好開心。因為呢個係好特有香港嘅，好人哋會覺得好奇怪嘅語言，點解會咁講嘅咁樣？都係嗰啲咩襟撈啊嗰啲，幾得意啊！襟撈好啊！呢兩個字一定要喺首歌入邊。